同学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啊，咱们接下来继续。接下来咱要来研究哪个东西呢？说的直白点，到现在为止，咱们才研究了用装置器对带有参数的、没有参数的装，对不对？那么所有的参数还有什么参数啊？还有不定常的参数呢，是吧？难道没有吗？有啊，你所有的函数的种类，我告诉你都可以用装置器装，因此你得把所有的函数的研究一遍才行。来看这，比如在复制一份，咱们接下来的目的研究研究让装饰器来去装不定常参数的，或者是带有确乘参数的这种啊。接下来第四个，对不定常参数的函数进行装饰。首先我把这么多东西啊，同学们，咱该删的删掉。我这个地方呢就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叫 number， 有可能只是必须的。然后后面呢它还有一个东西叫 ARG， 叫星 ARGS， 星星 KWARGS， 是吧？有这么两个东西，同学们，人家就是愿意这么用，咱要管不着，是吧？人家愿意用，你管得着吗？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如果要是把它换成逗号，请问这意味着什么？能打印吗？打印的是什么？原读，把这个逗号当做一部分，把这个变量里边的值是不是相当于当做一部分打印啊？这种方式是把你的值是替换到里边去，而这种方式是先打印你，然后再打印你啊。好了，我接下来呢，我再单独的把 KWARGS 我再打一遍，请问人家这里边是不是就想用这个东西了吧？先把这个装饰先抹掉，来，咱们先去调 test 一，传那个100，然后人家又传了个200，然后人家又传了个300，然后人家又传了个 mm 等于100，可以吧？可以，来，咱试一下 Python 310，第一个，这是第一部分，只有100，第二部分传了个200，第三部分传了个100、200、300，100是给 number 的，那剩下那两个是原组的，多余的那个这个叫做什么？你们的名字叫什么来？关键字参数啊，我一般都是读这个命名参数啊，都是一个道理。那么在这个地方大家看，是不是相当于这个地方都来了吧？即我接下来想用这个装饰器对它装饰怎么的呢？把这个打开，怎么样？把这个打开，打开之后，打开之后，请问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这句话意味着就是这个东西了吧？请问当这句话只要一执行完，咱们心中当前应该有个大体的方向了，最终的结论是啊。test 1 就咱们这个地方的这个 test 1实际上是调的这个里边调它，你是这个道理了吧？好了，接下来咱们这个100给这个地方传，请问它可以吧？接下来我这个 A100 给这个 number 可以吧？这个没问题。那么这个咱们试一下，再去调用第二行的时候，我传了两个实参，但你只有一个情参，是不是废了吧？是不是就废了啊？这个地方你们就是经常说的什么炸了是吧？对，炸了就崩了，就崩了啊！这个炸了这个词语呢，说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听说过原来天津炸过一次？我们原来买的快递，我们经常现在打个手机，您的快递已经被炸，因为这是炸了是啥意思？淘宝就是刚开始的那个大新闻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在意的时候，啥意思呀？炸了，可能是今天是什么节日嘛？可能是开的玩笑。但是没想到新闻一出来之后，天津原来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港区是吧，也非常大的一个物流区，然后很多快递全炸了，然后呢买保险的赚了，对吧？买保险的赚了，没买保险的就亏了，立马全炸了，意外情况。好了，同学们，那是炸了啊。来看这，我传递了两个，是否意味着我这个地方写个 A， 哎，逗号写个 B 啊，我这个地方写个 A， 我逗号写个 B， 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注意看，我此次调这个100给 A， 200给 B， 他拿过来给他们一点问题没有，对不对？你觉得第一个对吗？他这里边不是缺乘能行？打死你不行。那么因此这个行的时候他又不行，我只写 A 的时候他行他不行，怎么着呢？我管你的呢，你爱什么什么。来，这个地方我思考个问题，问问我跟你讲过啊，是写 ARGS KWARGS 呢，还是写新的那种？你看你学的都这么虚啊，为什么写上不写意味着什么，写上又意味着什么？
原来说过，我那天给你补过这个字典了。什么？当我调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你在前面一个固定的形态名都没写，那么因此这个100就以原股的身份被保存在 ARGS 这个变量里边。星不是变量名的一部分，而是告诉解释器这个 ARGS 可以保存多个，那么100就在 ARGS 里边以原股的身份保存。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想原封不动的传递给别人，那么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还原到你接收参数的时候那个样子了吗？而不是你把原组传过去，没错吧同方？因此咱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写上一个星和这个地方写上个星什么区别？上面的这个星告诉 Python 解释器多余的参数都给它，多余的关键字参数都给它，这个地方再去调用的时候，实参的位置里边写的星和星星，意味着拆包，把你拆成一个个值，把你拆成一个变量等于什么，一个变量等于什么，听得清楚什么意思了吧？星星对字典拆，一个星对元组拆，这是拆包，这是告诉 Python 解释器，而这是拆包，两码事，同学们还记得吧？啊，忘了赶紧回去看看。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否就可以了呢？请问100给他，他以元组的身份保存起来，我接下来把元组拆开，请问这个100是不是过来给他了吗？我接下来这个的时候，我调第二次的时候，100、200以原组的身份保存在 ARGS 里边，请问拆开了之后，是不是这个地方就变成了100、200？你接下来调这个变成了100、200、300的时候，是不是将来这个 ARGS 拆出来之后，是不是就是100、200、300？那么你传的这个 MM 等于100，在这个地方以字典的身份保存。我接下来再去调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是不是给它解成了是不是一个变量名，是不是等于谁啊？因此，想要告诉你一个结论：如果想让你的装饰器对有参数的，有一个，有两个，有三个，有 N 个的这样的参数，怎么装呢？直白一点，直接写不定常参数，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听清楚了吧？同学们，问个问题：没有参数的能不能装？没有参数的能不能装？能不能行？可以，可以，没有任何问题。有参数，没有参数，有一个、两个、三个、N 个，有什么什么参数都行，就是用不定常参数。听清楚我的意思了吧？接收到的时候以不固定长的参数来接收，传递的时候怎么的呢？切记拆包的传。如果要是写成了这个，那就废了，还记得吧？写成这个是不是就废了吧？不行，这为什么不行？ ARGS 啊，就相当于传递了两个参数，一个原组，一个字典，你说是这个道理了吧？所以是根本就不对啊，这种时候是不对的。而这个方式是不是相当于拆包呀？啊，拆包啊，拆包啊，拆包。好了，对参数装饰用这样的装饰器，听得清楚我的意思了吧？这个装饰器呢应该不难。